1937年嘅南京大屠杀，日本残杀同虐待我哋30多万手无寸铁嘅同胞。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于还俾我哋一个公道，正式将此恶行记录于世界记忆名录。但系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未就事件作出道歉，请大家唔好忘记历史事实，同我哋一起参加12月12日在三藩市中华文化中心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。